我们又输出了，然后最累的是我。阿奇，你今天去收拾三条街的租金哈，你今天有兴趣？我之前在家里面吹空调，你个败家女儿，你真是有种！哎呦我的妈！喂，吃饭没啊？哦，这个呢？我们吃饭慢慢吹着吹，吃个柿子你补充个能量先，每一块都超大个头。送你还没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走，快点收完啦！走，妈，来啦！哇，买多少啊？嗯，肉好鲜嫩啊！哇，我的最爱，好多鸡汁啊！快来吃啊！叔叔还不问孝顺老妈，女儿真贴心。就是这感觉，皮超酥脆，肉质鲜嫩，鸡汁鲜甜过初恋。包租婆，你真的太好了！要请我们吃脆汁鸡，要给我们免租一个月。什么？我请客还免租？奇怪啊！收租哪有吃鸡香啊？